就是同一个人恐有孽缘，但我只想离他远远的，越远越好。哦，这倒不难，只要啊你去偷他李姨回来，烧毁便可。李姨，又是你。误会误会，都是误会，你先放了我。那先生的意思是，居水小筑书童一职，还有一位空缺，可否让令爱来我这里当书童一月，抵这玉佩？这原来是你指派的杀手。什么杀手？不是咱们每次见面非得要这样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全台首播《如意芳菲》，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